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是《安静》，然后它已经非常非常久了。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当中呢，每一个人的心都很需要一个安静的时刻。就是不管你今天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，我觉得都无所谓。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要那个平安，要能够安静。因为有时候在慌张当中，你会发现自己像无头苍蝇一样，你不知道你下一步要去哪里，所以你可能就会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。所以今天呢，要把这首《安静》跟大家分享，让这个平安还有这个好像双脚能够很踏实踩到地的感觉，能够透过这首歌送到你的家，送到你的心里面。祝福今天所有的朋友们，主要让他们今天的生活在神你的保护还有平安之下，就像这首歌当中所说的，把我们隐藏在你的翅膀。主要当外面很多的声音在翻腾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仍然是安静的。耶稣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